这一边呢？嗯。还有啊，在洗澡啊。对。洗头啊。对。这么厉害。对。之前有学过的，有派上用场吗？目前还没有。那、啊、你手要把它那个耳朵捂住。哎呀，我这都粘的。嗯。那就是慈父的概念吗？哎呦！我手快抽筋了。会越来越顺手的。越顺。嗯，加油！我会。到了晚餐时间，抓到一个空档。对，对，有去睡觉的空档。对，刚吃饱后。嗯，好，开动吧。应该短时间内不会醒吧？这个应该可以撑很久，因为它下午。嗯，好，没睡。可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首哥，我是小金。今天是我们金车汤姆第160集。今天气色好很多。嗯。真的。因为今天休假，废话。好险，今天休假，不然今天也是硬硬的。嗯哼。对。现在是10点多嘛。对。跟前两天比起来，实在是好太多了。对。精神方面，然后跟就身心灵的。对。嗯。一天一天在进步，嗯嗯嗯，是不是？就是越来越抓得到我们生活的节奏了，嗯，对，然后我们的默契要怎么样去照顾这个小朋友？嗯哼，就是谁要起床，这就是默契。对对，嗯。啊，来看看下留言。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啊。嗯哼。但是欲增加母乳量的秘籍，小金专属。嗯，什么啊？其实我没有看这一集。你没有看这一集？嗯。你在大家面前说你没有看这一集。那是什么？你的秘籍啊！你怎么增加母乳量的？哦 ，Running Man 吗？不是。嗯。抖啊。哦，抖哦，抖奶。Yeah。啊。这你才可以用的。哎，玉说头像剩下一天就是礼拜四啊。全明星运动会期待惨了、啊。嗯。哦，明天哦。对，好快哦。哇，明天如果二刷的人是5个小时哎、欸。好可怕。11点半首播，我看一下。2点。嗯。2点才会结束、嗯、二刷的话。嗯。你到时候都不用上班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应该蛮屌的。嗯。对。再来是 Nick W， 头像拜拜啦。在 Ron 看来，咦，小金也是高雄人吗？是我妈妈的娘家啦，嗯、我妈妈娘家是高雄。嗯，对。在晶晶 Ice Lucky 冰雪208，超级期待明天运动会了啊！蛇哥哥、蛇嫂嫂，明天一定准时报到，木曜直播首播见。对，你可以准时报到，那应该是。首播见，对、嗯，直播可能没有办法，嗯、只能选一个啦。没错。而且我可能会中离啊，对，那个人数攀升的时候，晶晶跟 SUV 冰雪再帮我喊一下，好不好？再來是因为阿嘎的老婆、二伯他们也有拜床母，所以才给你们这些意见。嗯。哎呦，好，这个我来研究一下。嗯。嗯对。没错。我们看我妈，她应该也会想拜。真的吗？还是他明天来都准备好了。哦，对，
有可能。再来是近台恋粉丝俱乐部 ，Yuna 是不是长得像连时克雷尔那位 ？Hello， 你在这边问我连时克雷尔是哪位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千万不要去谷歌。嗯。对，没错，我的纸箱床加床垫就是去妈妈位买的，这是手游的行销手法，要你一直氪金。还好我老婆有忍住。怎么了？泳群的吃饭时间，但他还没醒，所以还 OK。所以他现在随时醒都是合理的。对。哦。嗯。对，你老婆忍住。嗯。对，我们没有忍住。对，我们忍到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嗯。对，说你不要再叫我们出资。对，我那时候好像到多少？我们3万是不是？你说他喊到三万。我们出到多少？我们没有出到那么多啊，2万。两万多。对，2万多。对，然后他下一卡好像是3万多，快4万。对。对，我说不行了，金价没在。对，只有有需要再说。嗯、没有啊，你那个哺乳衣啊，那个以后一定会用到的啊。嗯嗯。嗯，对对。先不要。啊。再来是木妖安全蛋。昨晚赶完期末报告后，凌晨1点多看到舍哥才有空回留言。对，所以我们昨天2点多才拍片。真的。有啊，像拍片的那个逻辑，这两天又在抓了。嗯，对，明天应该是最终版的。对，再来是辛苦了，没想到小健舍哥那么晚还在拍 ending， 看永群在家都顺利用餐，你们压力也不那么大。对，他用餐的时候都还好。嗯，对，重点就是用餐完那一段，你到底要不要睡觉？对，对，啊，不睡觉是没关系，不要哭。嗯。对，目前这3天来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你找不到他哭的原因，所以你也不知道从何下手。嗯，你吃饱了，哦，尿布也换了。对。然后还有什么？体温，对，他感觉是。对，环境也 OK。那怎么抱怎么哭，这实在是无从下手，这是我们最无力的地方。对。对，如果你说哦，因为哦尿布没有换，换完之后哎、嗯、就安静了，你不睡觉没有关系。嗯，对，你可以跟我们互动或自己在那边挥。对对。但你莫名其妙，我觉得这应该是大家最难过的一关。嗯嗯、对，就是哭哭哭哭到后面就开始慌。嗯。就太堵了，你现在是怎样？就是他有时候是哄。对。安静就算了，但是放下去那张床，马上又开始哭。对，他就是喜欢叫人家抱。嗯，啊、对，很黏人的一个小朋友。对，你只要，而且就算你抱着哦，也还不能坐着抱，要站着抱。嗯、对对 对, 对, 对。他现在就没办法分辨你是站着抱还是坐着抱。对。一样的姿势哦。嗯。我这样坐在沙发上，嗯，就开始辨别。嗯。对，我一站起来就没事了。对。还有人家站着抱他。对，这还真的蛮硬的。目前遇到这个状况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哭，这个最麻烦了，嗯，还在摸索中啊，嗯，好吧。哦，泳群洗澡样子真的很乖，嗯，金色汤姆经验值累积中，加油哦。哦，对，今天换本人林北亲自帮他洗澡，还真的蛮乖的。他不会乱动或哭闹。对对对，他好像知道说，哎，现在要洗澡了，嗯，对。就是很安静这样，嗯、哼哼，对，就是随便你，然后就盯着你这样。对对对，也不会说哎、欸、下水了，然后会有哀叫都不会、嗯。我不知道其他小朋友是不是这样。也不太会乱动。对，嗯，对，很乖。然后看有没有其那个俊台练那个，你们分享一下你们小朋友小时候的时候洗澡会不会也是这样很乖？对，还是疲惫给我。还有哭闹是为什么？对，看你有没有找出那个关键点，这样真的救救我们。对对对，嗯，明天就是运动会啦，刚看完预告超精彩，明天就考完期末考了，晚上的时间都给木曜，期待 days。对，明天可以，哦，明天考完自己可以好好看木曜。嗯，哦，木曜运动会是最有机会冲一波，嗯，200万的，哇，目前订阅好像快190。嗯哼。对，一日公司司机成绩还不错哦。对，但那集还不错。对啊，现在点阅300了。嗯嗯嗯，是应该是今年算最高的吧？嗯，对，今年这样，今天第几天？礼拜二，6天。嗯，6天有300万，算今年点阅最高的。对，大家都觉得阿公，但是马上会被破掉。运动会应该会。嗯，对。
期待一下，冲一波哈！过年，白羊说过年前200万订阅，五马环岛。好，来大家讲讲今天。好，今天其实就是一直在吃喝拉撒睡，这无限的循环。嗯嗯，换尿布、喂奶、挤奶，换尿布、喂奶、挤奶。对。睡觉。对，洗奶瓶、打扫、吃饭。对，一切就是一如往常啊。那到下一个轮回就是他会动了。对，可能开始要看他那个粗动作了，就是可能什么时候要抬头，嗯，然后什么时候要转身，嗯，对，类似那样子观察一下，好，然后再跟你们报道。嗯，好，来结算一下。来，今天呢要多加两个东西。哦。嗯，像昨天有讲的那个妈妈喂，我们买那个芬兰床嘛。对对，一直被洗，他送我们芬兰床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所以我们加购了大的床垫送小的床垫，那这个组合呢又多了一个小床垫和小枕头。嗯，三合一抗菌枕，它是可以从新生儿一直到幼童大人都可以用。嗯，就是以后可以给他用，现在他还用不到。嗯，这个的话加起来是5800。一大一小床垫一枕头。对。再加一个芬兰箱。对。不便宜呀、啊。哎呀。好的，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个。发奶茶。听说是发奶神器，是不是？没错，这个牌子其实也很有名。我之前在怀孕的时候就知道，嗯，哦，然后也有一些他孕期可以吃的补品，那时候我也有吃过。你有吃过？我怎么知道？就是那种小包试用包，哦，对。然后这个呢是第一次买它的正品，嗯，啊，那就这是正品。正品。哦。对，不是试用品。哦。嗯。看接下来的喝的状况，嗯，能不能发一下。好，这一罐对，这一罐也不便宜哦，有点硬的，1000块。对，1000块大家就还好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就来看吃几天。对，他一天要吃5次，如果他挤5次奶的话，他要吃5次，嗯，1次5汤匙。对，我们就来看这1000块，我看一个礼拜差不多。不知道哎。我觉得一个礼拜差不多，因为他其实是300公克。然后一匙，好，不重要。好，对，就这样，就来看吧。好，所以这样总共是6800，是吗？嗯。哎，还有一个鲈鱼汤啊。对。鲈鱼汤120就是6920。OK。没谈出来啊，总共是233605。先到此一休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明天早上8点见。拜拜。喂奶哦，要挤奶了。啊，童子，这次童子哦。对。就看他什么时候醒，但我应该会先挤啊。请喝补多多。嗯哼。我那辣椒不用钱的。啊？我怎么知道你要加多少？也太多了吧。太多。大概抓一半起来吧，连着吃哦，哦，太多了。你再拿个碟子啊。你有看到吗？你用看都知道。对。什么脸？